个录歌的状态就像狗咬狗一样。然后呢，我们他演出的时候，我演出的时候，分开演的时候，我们都演了这首歌。今天是第一次这首歌，而且送给现场所有的 PYT Go， 还有小阿东六弟。You're my PYT, 如果你看你我会 DID Girl, you're my PYT, 如果你看你我会 DID Girl